不知道多少次了，被身边人劝说快点找个男朋友，多大了还不嫁出去，你身边就真的没有一个男的吗？看着妈妈紧锁的眉头，表姐们悲伤的叹气，朋友隐约的担忧，真相极了，千斤顶压在人胸口，喘不过来气。你知道他们都是为了你好，但这世间万千事情，只有这件事情是天不由人又无法妥协的，没有遇到的时候你就只能等。很多次我都怀疑是否自己真的要求太高，所谓的幽默感和有趣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所谓的精神共鸣和审美层次能当饭吃？所谓的他能听得懂我的笑话是否真的有意义？所谓的他有自己的爱好？也有很多次我开始恐惧，不会就这样孤单到老吧？不会就真的过了35还找不到那个合适的他吧？不会就永远只能过儿童节不能过情人节吧？不会永远都只能自己给自己买花吧？但是当我遇见了一些他们，当我说着我的作家梦，他只关心作家的意义在哪里，当我说起我的工作是因为热爱，他说他的工作只是为了生存，当我说起最近哪本书好看，他却只想躲在领导面前写文章拍马屁，当我说起我叛逆乖张的过去，他说他的过去平淡如水，我觉得有趣重要，他觉得成功重要，我觉得爱重要，他觉得钱重要，我佩服伍尔夫的女权思想，他只想快点把我娶回家给他生孩子完成父母的任务，我终于知道当两个人在一起的快乐甚至都不如一个人独处，那还是不要在一起的好。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过一个人，我沮丧地向他抱怨为什么别人都有男朋友但是我没有，他说和不对的人在一起的孤独大过独处的幸福，有些人在一起是因为爱情，有些人在一起只是因为恐惧和孤单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变得不再恐惧，因为不恐惧便不会着急地把自己交代出去，在对待感情的事情上便会更加从容，当我遇到一个新的人，我不会像那些患了爱情饥渴症的人一样猜东猜西，没有对方就活不下去，我会衡量是否我们在一起的快乐大过我一个人独处的快乐，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恐惧孤单还是彼此欣赏。毕竟经历过爱情的人都曾记得爱情在不同时期的模样，我们记得少年时候在老师眼皮底下偷偷传的纸条和砰砰的心跳，记得在做广播体操转身运动时候扭过去看到他的侧脸心里偷笑，去看 NBA 只为能和他多聊几句球星的新闻，也记得长大时候你在心里觉得他与众不同，心里悄悄地在乎他和谁一起看的电影，他和谁牵手旅行，稳重成熟的你在一个人面前变得手足无措，聪明的你开始变得笨拙，软弱的你开始变得勇敢，女汉子的你开始变得温柔害羞，剑拔弩张的你开始卸下保护壳，愿意示弱，给另一个人伤害你的权利，那个时候的你应该是和爱情刚好相遇了。在你听到这篇文章的时候，脑海中想起的那个人就是你爱的人，愿你们在一起是因为相爱而不是因为恐惧。
风中，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，天的温柔，地的温柔，像你抱着我，然后发现你的改变，孤单的今后，如果冷，该怎么度过？天边疯狂，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，你的眼中藏着什么，我从来都不懂。没有关系，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，不打扰是我的温柔。不知道，不明了，不想要，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，却孤单的黎明。不知道，不明了，不想要，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绮丽总是在孤单里，再把我的最好的爱给你。不知不觉，不情不愿，又到巷子口，我没有哭也没有笑，因为这是梦。没有预兆，没有理由，你真的有说过，如果有就让你自由。本节目由 ZS 韩国代购冠名播出，韩国正品化妆品为您直接邮寄，质量保证，让您放心。微信号码11757896543。